是发展共同智慧。成功、精彩、难忘的上海世博会，创造了世博会160多年历史的华彩篇章。更重要是看到了未来的发展的一次极好的学习交流和结交友谊的一次机会。这幅动画版的《清明上河图》目前仍然在中国馆对外展示，这是当年世博会最热门的展品之一。借助多媒体技术，动画版《清明上河图》将原作放大30倍，制作出上千个动画人物，还特地增设了夜景篇章，将北宋都城的繁华景象和浓浓烟火气带到了21世纪。这里面的细节非常非常的多。